今天会有两种颜色，一个是白色，一个是绿色。然后在做纸的过程中，最重要的是水分，所以我们会把很厚的布，然后跟没过筛的布去做大量水分的压制。然后另外呢，会等到把水分的布都用完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透过过筛的筛子，然后透过我们刚刚做好的两种颜色的纸浆，做混合之后会层层叠叠的变成一个。那我们现在就来做纸吧。这里是言己生活，我们下次见。